动轨，接到报急通报，通知救生队召集扑救，正面遗嘱，全速救援。现有两名急重伤员，情况紧急，现申请一架直升机。此次卫勤演练，我们首次引入空中机动力量，将原本的伤员护送时间大幅缩短，进一步提升了我们海岛部队卫勤救护能力。下一步，我们还将积极探索与地方医疗力量的融合演练，确保每名伤员都能在黄金救援时间内得到有效处置。